来对主拜拜个早年，哈、哦，新年快到了，每年都是这样过。不过今年呢，我们来来想一下，明年我们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梦想？然后我在这边祝各位美梦成真，心想事成。美梦成真，心想事成，掌声欢迎来。哦，我丹丹，金姐，金姐哈，说好话做好事嘛，对不对哈？咱瑞祖吼，要无丹丹的，伊那是电影明星哟，伊家是作家，伊够出书，出本什么书？我写了一些书，然后我还发明了一些很特别的塔罗牌。那我的书名那个是叫《到这里停止坠落》，其实就是也是教人家怎样美梦成真的那个方式。我听到弟弟妹妹。有没有注意听张瑞祖姐姐教你们怎么美梦成真？好，阿你讲这本书哦，教妈妈，叫妈妈哦，买给恁看。啊，你未晓看，伊替恁看，啊，念给恁听，好不好？长大以后像瑞祖姐姐那么漂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的不简单哦，啊，她很有学问，而且呢也会作词作曲的哈。啊，你有那个也有歌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有换唱片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把它做成 MTV 好了，所以我就只有一首。可是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你一首歌很难去，单曲很难啊。他说至少你要凑个三首以上吧。所以我现在还差一首，所以我已经写好了，我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做起来。没有关系，到三首的时候出片，大家可以捧你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好，你做不了唱。天光把你播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。我虽然是查好，我站在边啊嘛，就会动不了，我骗你。我爱放，爱目睭一直甲你塞目尾啊，你是吼，这哈尼好看的物件吼，爱落去互你逐个看好无？哦，我叫伊落去唱歌，甲恁阿唱去看下，真系水甲安尼啦。哎，早下看到个王叔叔，我难过看袂安怎样，对不对？无怪逐工拢人，我归去啊，抓着你好啊，好唔好？欢喜甲安尼吼，瑞祖你好棒哦，大家都好爱你哦。而且他谢谢，而且他身材很棒，36F， 最主要吼，他真材实料，吼吼，哎呀，很漂亮，皮肤安尼白泡泡又咪咪，手底底软性性，托点我爱心，就是哦，谢谢我，对不对？我食水无好，你敢知？好，安尼回去安尼，你接下来是唱什么歌曲？那下句我们